Non. Ah.花花掌的用花特点是你先动，我先到，以攻为守，后发制人。下班停饭吃饭，你先动我先到，就是对方先动，依靠我的高速度先到，这样叫做你先动我先到。停饭。刚才这一下就是他的肩膀，你看着你的肩膀一动，你肩膀一动，我就是这样打，这样打我先到，他的速度我的速度比他还快，啪 就可以战胜。再一个啊，这只手要护住脸，不要叫人把脸打坏了，看到这样个不许，这样不许啊，一二这是不可以的，必须要一起行动。你的手打我不打我，我把脸护住了。为什么打在这个位置？好像说你伸手，你这样离着我近，而你这硬。假设你在这儿啊，我打这呢，一够不着，二一个发火了，是不可以的。这也叫打劫，黑洞。肩膀一动啊，这咱一动，黑洞你高速度进攻，哎，这叫做放胆即成功。下一步讲以攻为守啊，行看。行看，什么叫以攻为守啊？就是说当团里全来了以后，到这以后我呢不是单出去跑，而是我这手啊，我要进攻。看见这个棒子要变形，要掀起来了，它就打滑了。我呢，就进攻了，这样的叫做以攻，这还要防守了。以攻代表守，啊，这样的话是比较成功的。古人不能够以守为守，也好了，人家又来一圈。我还得跑，这是战不胜啊，这是不能说战不胜，而是的话呢不如这样巧妙啊，能够借他进攻的时候，两个人距离又近的时候，你进攻正得手。再一个请看啊，如果对方来了拳，不是往后撤，而是要进攻啊，这样呢也叫做以攻为守啊。好，就这样。你看完这步要往前进步，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跑出去了，不要自己往后撤啊。后发制人，当对方发出拳来了，想办法破解化开，然后进攻，这叫做后发制人。你看当他的拳来了，他的先发呢，我发现了晚了，我得有含胸，不能和他打招，含胸国背缠手，这就要穿掌，穿掌就要指天，这要打地，一掀打人就走了，这样的就